大家这周过得好吗？又到了一周一次的科技小电报时间，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最近科技小电报是有一点改变形式的。以前呢，都是固定会挑三则科技新闻来跟大家做分享嘛，但有时候其实新闻量不是这么的多，所以改成呢，也可以跟大家聊单一则新闻。那我这一周呢，想跟大家来讨论一下，就是近期在社群上面的讨论度非常高的话题，那就是呢，有一位网友他在论坛上面发文表示，台湾呢2000年后生的网友呢，他们说现在 IG 都是老阿姨、老叔叔们在用的，现在年轻人在用的是小红书。请拔一下我身上的剑，谢谢。你知道什么是小红书吗？我知道，但我没有在用。那你觉得听小红书这个字，你觉得它是什么东西？我不会用的东西。嗨你知道什么是小红书吗？我知道，中国小姐姐在用的一些漂亮照片的东西。自己有在用吗？我跟你说，我那天听你们在讲，你是不是就下载了？下载了。那你有打开吗？我有打开啊，我就在看我指甲可以做什么。马上就沦陷。哦，真的很纯。请问你知道什么是小红书吗？真的知道吗？听过。你自己有在用吗？那你觉得听名字它在干嘛的？一些很装系列的东西。说不出口的。说不出口，我不会用。请问你知道什么是小红书吗？小红书是一个 app。那你知道它是干嘛的吗？那就看化妆品，还有教化妆品。那你自己有会想下载吗？没有，太这个不行不行不行。OK， 看来办公室的老人也是蛮多的嘛，我就不孤单了。呼呼呼呼。好，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这个小红书这个 app 在双平台上面的免费排行榜的表现到底是怎么样。先来看就是 iPhone 上面的 App Store， 它排在第十名耶，听起来是不是也还好？可是他竟然赢抖音跟 IG 耶，哦，我还蛮讶异的耶，他真的赢 IG 耶。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就是 Android 上面的 Play Store 的排名情况。哇哦哦，第三名耶！不过那个第一名跟第二名什么意思？清理大师，他还是多需要清手机。好，那阿姨我呢，现在就来看一下小红书里面到底有什么内容。我第一次用，所以我觉得还蛮新奇的。其实有很多人说啊，小红书它很像中国版的 Instagram。那我个人觉得它怎么看呢？我觉得它比较像是美妆版的抖音，因为它上面就是排版啊，跟抖音还蛮像的，但是它也会有影片跟照片是同步都会有的。然后里面的内容我觉得是更偏向美妆啊、穿搭或是偶像相关的内容，分类上排也非常的详细，然后也有它自己的购物页面。其实不止最近啦，其实去年初就有很多关于小红书的讨论文章出现了，而且袁鹏那篇文里面还有提到一个我觉得还蛮有趣的观点，就是说他说现在越来越多年轻人都在看这个小红书，所以导致现在有很多女生啊穿衣的风格都很像中国女生。这个时候我就会想说，原来中国女生有一个特定的穿搭风格吗？那这件事情啊，在我们办公室也有引起一阵讨论，我们就在想中国女生到底穿衣风格是什么呢？后来我们统整出了她们就是会偏向一种名媛风，比较贵气时尚一点点的啊，小香风啊之类的。那台湾的女生呢，你可以在上面看到日韩的风格啊，或者是说就是比较邻家感，然后你也可以看到比较陷阱暗黑的路线，在台湾算是一个比较多元融合的感觉，什么样的路线都可以看得到。那不知道大家是怎么分中国女生穿搭跟台湾女生穿搭的，你分得出差别吗？关于小红书啊，其实现在越来越多人在使用，很常在网络上面看到说，哦，你这个口红色号，你看小红书上面会有最多的资讯，或者是说有人会说我都是看小红书学做菜等等。这其实也渐渐的代表说我们对于中国的文化的接受度是越来越没有隔阂的。那这也衍生了就是很多学者啊还有政治家他们所担心的一件事情，那就是文化统战。台大新闻所的教授曾经说过，文化统战呢，它是一个不着痕迹的，然后它就是默默的出现在你的生活当中，然后默默的改变你，潜移默化。像是现在有很多人都在说小哥哥小姐姐晚上好早上好等等，然后甚至还有人会用视频这两个字嘛，而且也有越来越多人呢可以接受写简体字。其实这都验证了小红书或是其他相关之类的平台呢，其实都是带有一点思想还有价值观的传输的。但我想也有人会想说，有这么严重吗？我看个小费片，我看个彩妆的影片，就跟我说我是文化统战的俘虏。 OK， 你看小红书，那你就是爱中国，你就是552，你就是区区。那你讨厌小红书， OK， 你是绿共，你是1450。其实我超级讨厌这种二分法的。如果我们
们每件事情都是这样子直接的单刀来分两边的话，那我们不就跟其他讨人厌的人一样了吗？我自己还蛮认同一位学者他说过的，台湾社会对于文化统战的害怕，主要是源自于台湾人呢对于自身文化的一个薄弱。因为其实中国的这些网络内容也都是延伸至他们的影视产业，那中国的影视产业其实是有政府在背后加注资源在推行的，所以台湾更应该要反思我们要怎么壮大自己的文化产业，然后让台湾人啊对于我们自己的文化有产生认同感，还有很充足的了解，以及也要培养独立思考还有判断的能力。好啦，就从小红书聊到了文化统战，再聊到独立思考，我真的很怕我这支影片会被骂欸，希望大家不要骂我。那我自己回归到前面的问题，我IG 跟小红书比起来，我自己是比较喜欢 IG 啦，因为用的习惯，然后我觉得整体的界面看起来也比较清爽一点点。那不知道大家是怎么看待小红书啊、抖音之类的 app 呢？欢迎在影片下方留言告诉我你的想法，记得要理性的讨论哦。好的，以上就是本周的科技小电报。那如果喜欢这支影片的话，记得帮我们按赞、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我是莫娜，下部视频见啦，拜拜。